艺人唐志平的母亲今年6月初在社区的顶楼身亡，不过唐志平至今不愿认尸，多次表示那不是他的妈妈，还说后续可能会报案妈妈是失踪人口。不过唐志平母亲的遗体变成有主无名尸，冰存在板桥殡仪馆已经多达一个多月，遗体已经无法继续存放了，明天即将火化，到时候唐志平会不会突然改变心意到场，也不禁让人猜测。 若唐志平最后真的没现身，就会由殡葬处进行火化，并放在新北市的公墓的纳骨塔。不过，其实唐志平多次被发现在街头上游荡，疑似精神不稳定。不过，如今他有了新工作，被聘请为泰拳教练，对此经纪公司表示都不回应。